电焊不止强光伤眼，产生的烟也伤身。一位56岁的男性，那他就是因为常常会重感冒，很短的时间内又可以康复，临床上蛮常见的一种疾病，叫做金属熏炎热。 金属熏烟热工作后4到8小时常见，症状是头痛、发烧、咳嗽，停止焊接一两天就会好，但这是慢性并发症的警讯。金属慢慢在体内累积以后，会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状况，包括贫血、脑部损伤、鼻中隔穿孔、肺纤维化，甚至肺癌，都是金属熏烟可能造成的伤害。 从事焊接业超过60年的杨老板说，避免金属熏烟，通风很重要。烟味大人，电风扇吹掉啊！你若讲若正常有烟，就要口罩挂。医师建议焊接时戴 N95 口罩，场地要通风，避免金属熏烟伤害健康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李月维台中报道。